OK，2月23号9:34，我们要上法庭了，法院了。他说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澄清，几乎没有现清。无论最后判决结果如何，你都不需要理解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身为职场前辈，我要给你一个忠告：第一次坚信委托人的清白，这完全是错误的想法。被怀疑一定是会有理由，所以被告才会被起诉。建议你不要忘记这一点。不过你们俩之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异，你并不是律师。好，老木子找哦，小去找哦。这表示千寻姐不在你身边。Let's go, boy！啊，换你了是不是？天哪，可以不要吗？还我真香！好 ，Let's go！ 呀，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回忆呀、啊？哭睡着了，你不会抱着过多的个人情绪，好哦。无论周围的人说什么，该走的路由我自己决定。那外围人士就终究是无法改变裁判结果的。好，还选择警察署作为犯案场所。但这行为却成了他的致命伤。他的犯行被某个证人给目击到了，可说是专家的证人，专家的证人就是那个香花。我觉得这个人怪怪的。哎呀，客人请来来点鱼子酱便当哦。这边这位要不要来个香松便当呢？然后这边这位的先生，来个芝麻便当如何？在吃午饭还是太早了？我再问你姓名和职业，又来了吗？这位客人怎么样？味道还满意吗？这传说中的鱼子酱，好吃到我的脑都要融化了，吃起来像红豆一样的东西。为什么会像红豆一样的东西啊？大味早、哦，姓名还有职业，好、哦，气了，气了，气了。没完，不要再问了，没完。便当乐园担任现场指挥官，总挥官，请问现在这样可以的吗？一间指挥官先生，因为没快找哦。枪刃武家莫德哪里比较好耍？我有点忘记了耶。你等下跟我说说看你要哪一个吧。再让我吃一口，什么鬼东西？还请警方人士，是一位专家。向华直到2年前都还是搜查一科的特别搜查官。哇，是负责甲种凶杀案的刑警。该不是臭酸什么的那位？阿翔，这是我，好久不见。审判长先生，我知道了，请你开始说明。哇哦，金星系如何？很棒啊！警察署的地下停车场可以分为两个区域 ，A 区域是警察署用 ，B 区域是外围人士访客用的。两个区域被铁丝网隔开，哼。毕竟不能让外部人士随便跑进来。OK， 喵现在是停在 A 区深处的汽车后车厢，突然用小刀杀害被害人后，试图开车运走遗体。只好不幸的被目击者以现行犯身份逮捕了。是我本人，哼，怪怪的。
有人跟你说了，冬瓜跟你说了。目击到发生现场的一瞬间，动手抓住这位主任检察官。哦，又来将那位死缠烂打的差劲男人给剁两半吧。那么可靠的我交给你了。哈，我觉得有一点语病哎。这么一天会到来，那一天就在我拿便当去给男友的途中，在搜查官的直觉不断告诉我今天会发生事情。看到主任官站在那台没品位的轿车旁，右手还举着一把刀子，冲口刺了下去。呀，很怪呢。丑的态度其实是很值得尊敬的，但是他们办案方法可以说是走火入火，然后扭曲的做法很少会造成悲剧。若出现了对自己不利的证物，就动手毁灭，让它消失。有许多知道过多内情的搜查官因此被抛弃，这都是家常便饭。说实话，这份工作就是我的天职。如果没有被那些伟大的检察官解约，也许我现在还是这么想。对我而言，检察官这种人跟路边虫子没两样。不过我好歹也是曾经是个专家，所以我真是不会有任何瑕疵。男友是哪一个男友啊？你很多的男友哎。警卫是那位，哇哟，这边的男友还有以及那边的男友，某位男友的位置还空着，我的天哪！你是开，话说来，你是开车送便当过来的吗？我现在只是外部人士嘛，所以把车停在边区。你去目击到这个平安，所以你有预感今天会有事情发生。该怎么形容好了？我想到了，就如在果实已经成熟的南瓜前面。没入味的腌萝卜，颜色都还没染上，是一个直率的孩子。为什么你会知道他？在寝室往另一头，遇见检察官的车。正在一提那把拿来用来刺杀死的刀，也是检察官的东西，我没说错吧？没有错。这还是一股奇妙的案件，对，我也是觉得这案件很奇妙哎。离现场有不到10公尺，你站那么近干嘛？所以你的说话方式最小弟。反对我阿翔提出意见，好大的胆子！笑声被端上桌吗？出现了，迷失怒吼攻击。还是遵守原则为我的坚持。
场诈骗又是什么啊？他把这杯给警察官，不晓得会被拿去动什么手脚呢。我在搜查哥的监视组，也有男友在哦。怪怪的呢，感觉怪怪的呢。啊，好玩呀，好玩呀！我需要一些东西一下。以这个角度，以他拍摄的角度来说的话，他是在这边拍吗？那时候还举着一把刀子，10公分左右。对人体的要害应该很熟悉，我让大家来说，一定比水煮蛋还要简单。那为什么他手会受伤？当时为了没有试射出面就是一切，很可惜我发现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下一瞬间，主任已经将手上的凶器挥了过去。完全没有反应。既有 MH， 你要带的话可以跟我说啊，可以开。12公分呢、欸？然后还说这个就是公分，是不是？呀，让我思考一下啊。是在 A 没有错，是在墙壁后面那一个车没有错。胸口刺下去，天哪，我想不到啊，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点时间。是我在想，
开是说下一个瞬间他就拿到刺他了，所以他没办法阻止。所以那张照片应该是主任拿着刀的照片，而不是开着后车厢的照片。好有意义，该认真点认识你这位律师先生。这张照片并不是在行凶期刻拍摄的。快门被人按下，是在小刀刺下去后的事情。一餐的血。黑白照片。当你是问题儿童，好，好，可是，不懂啊，我感觉这张照片怪怪的呢。在瞬间发生下的，一碗饭不够吃，只要再添一碗就行了。如果这样也嫌麻烦，一开始就该点大碗的。不可能会戴这种手套的。啊！看出本次犯行的计划性，一谋杀人，这可是诈动罪。等一下哦，感觉怪怪的。戴着手套。塑胶特殊手套，没有啊？他们不是去拿证据吗？拿证据，拿证据的话，戴着这种手套不是蛮正常的吗？我弄错了，手套啊，手套。呀，我没检查过这个吗？
这一天会到来。那便在抵达的途中，等等，意义。看地图，你要这样子给我提示妹，不给我好好玩妹。我从刚才就一直很想问他到底是在哪里呀、啊？而且神公尺，我对他神公尺有点。算了啦，轰出去了啦！我后面前面我找不到东西了。也不是。没有办法，可能只会准备塑胶手套。本次萨罗完全会有阴谋犯案，不然怎么会准备橡胶手套？就很怪，最多重玩没关系。哇，太难了啦！上球的再一个。停车票没指纹，停车票不会有指纹啊。他在 B 区，警卫是在 A 区二楼，不是吗？B 区看得到啊，你在这边，这边行案，那你这边应该看得到。可是问题是，为什么他是在 B 区？因为他男友在 A 区才对啊，不是吗？
他那有在 A 区，那为什么要去 B 区？他说他在 B 区，他说他在 B 区。你看，警卫是那位嘛？然后滚开啦！这种废话不要讲。你看 A 区嘛，对不对？为了方便监视整个停车场，所以设在二楼嘛。开车送便当，所以还是停在 B 区。去角度拍不到那张照片，拍得到在车的旁边之类的是拍得到，可是现在问题就是怪怪的，就是我想讲，就是他不该会到 B 区才对呀、啊，没有，他是蛮靠近拍到的，就是近距离拍到。近距离拍到的话，其实还有可能。现在问题是，他是怎样拍到？阿明，我现在不懂，就是 B 区能不能来到 A 区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他车停在这边，你看嘛。以照片的角度来说，它可能就在这一边，这个地区，然后那个预接车在这边。照片再看一下，你看照片网子在这边，所以其实在一个蛮靠近的地方看到的。CCTV 没有，呀，让我想想。如果说，因为我们目前是要排除掉预谋这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有预谋的犯案，那为什么会有证据？我想试试看了啦，最后一个了啦，轰出去了啦。这当然是凶器了，而且还是被放在那个警察官后车厢里。那蓝色是狱警给的那个红车票。阵型，比如说去正确阵术。所有行为从一开始就是有预谋。哦喂，是我弄对了是不是？如果是真是这样，为什么最重要的凶器还却没有事情准备好？啊，巧合在货车厢里发现的。首先应该准备的是凶器才对。哦，对了，哇塞！你要不要来一份咸味便当？什么鬼东西啊！情况有所变化了吗？可是事实上，预谋杀人的可能性已经，是不是预谋犯案
警方根本无所谓，擅自主张而已。被告保佑吧用刀子杀害搜查官，想证明就这一点，其他不在考虑范围内。他才不会，他才不会什么？哇！我是看眼睛还更含有维他命，是鬼什么鬼东西啦？阿翔的推理，预谋杀害搜查官，哇！怎么会把被害人叫到警察署这里来？为什么你知道他会叫他到这里来？特别的很意外，不是这样。那等血迹现在 ，always 刺那么多刀 ，always。always， 我们终于破解了最难的部分了。这个刺了好几刀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。刺这个青海苔便当是什么鬼东西？我都有点懒得说明了。总之，看看这一个刀子造成的刀伤仅有一处，解剖记录是这么记载的。番茄酱便当试试呢？不可能会有人把番茄酱看错成血。不过现在开始，我必须开始我改观了。看错了？等一下什么意思啊？他现在说看错了，现在人是怎样？每次抓到痛点就说我看错了，是不是？抓到痛点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看错了，哎呀，洗脸啦，对不起啦，我很无奈耶。”警校会吃鬼，这是经过实名的事实。吃亏跟科学有什么关系？哇，你还在预谋啊？好了，特别的恨意，为什么感觉他好像就是要搞死他，非搞死他不可的那种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在给我感觉是这样。我把他红色围，等一下。那个不是围巾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外套嘛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没弄错吧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外套嘛，对不对？被告刺害被害人实际并没有围什么围巾，你自己提出的这张照片不就证明这件事的吗？这种感觉良好到这种程度也是一种才能，想必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便当小姐吧。看那句一是我提出的，欸，头颈部我明明看到红色的。好了，这为我们带来的小剧场已经充满欢乐了，各位。又来，刚刚才想起来的事，又刚刚才想起来，为什么？
太普的被告，犯案后被告往现场的隔墙后方逃走。你怎样追上前？你怎样追上前？你不是在 B 区吗？想要再被我咬一次吗？被白头我抓住的时候，又用脚把铁桶踢倒。铁桶，其实是个母老虎。哼，没有啊，你不是在 B 区吗？你 B 区你怎样过来啊，同学？我在距离还不到十公尺处的地方，要，这要继续追问。天堂乐园的车，因为是外部访客，所以车是停在 B 区才对。这样的话，这人墨迹的位置应该是不是这一带吗？等一下，不是这一带吗？不是这一带吗？应该，你爬过去那边，我记得不能爬，不是吗？哦哦，它上面没有盖完哦。不是这逃离现场，围巾这个词，围巾，正确记得。这个词而已，收集，那不是不是你被告之前的交谈内容？对照的电话讲话，电话是指那只手机，详细追问一下，是指案发现场看到我这个吗？挖翔的记忆就跟归于逆流而上一样，起初打算使用墙上的电话，有那边有电话。皮肤护上了，虽然并不得已改用手机吗？但案发当天是无法使用的。不愧是真人记忆力有如鬼一样，鬼一样，所以又增加帧数了，是不是？有提到围巾。然后他放弃墙上的电话，改用他手机，我全看到了。你全看到了？你怎样看到？这是重点。哦，之后他放弃墙上的电话，改用他手机。没有啊，你这样子你怎样看到啊？你不可能看得到，不是吗？你说你在这里，电话在这里，隔着一个墙，你会千里眼哦。是你跟主人官一起联手把我赶出去的。那么我问你，刚刚的证书有一个致命性的矛盾，你打算怎么说明？那我们看看平面图。对啊，你在那边。对啊，不可能看到打电话的过程啊。
言道理。全身臭酸，根本全身上下都充满欢颜。究竟这证人在正式中撒的什么谎？目击到的地点。换句话，这表示说是在别的地点目击到命案发生。这种说这种谎话有什么意义？有啊。满嘴胡说八道的辩护人到底在哪里？他去找他男友吗？所以这边这一区不可能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在警卫室。哇，我现在最后命了欸，我这么选错我就要下去了，但我觉得应该是在警卫室欸。警卫室以外的地方应该可以看得到电话吧，我就可能在这边没办法将车停在 A 区内，同时可以目击到紧急电话号码与命案的经过，就可能在这里。每天送便当去给你的警卫室里的男友。我都不知道逼供了多少男人，没想到我又反过来被男人逼供了一天。被你赌对，没有，因为他没办法去 A 区的那个停车场嘛。然后 B 区不可能看到紧急电话嘛，如果说话那句话没有说谎的话，那唯一 有可能就是警卫室啊，其他地方不太可能啊。是我唯一的愿望。对啊，有点奇怪。对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影响，是这样子讲没有错。不对啊，他在警卫室，那这张照片怎么来的？一定有 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，到底是什么理由？你在问我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为什么要问我啊？等一下你不是该问他吗？反正自己在 B 区看到了。有没有重要的差异会因为这个房重要？以现场的角度，以现场的距离，以现场的亮度差别，角度没有问题，亮度没有问题，那我觉得应该是距离的问题。大概也是公尺。但最重要不是他看见了什么，而是抵达现场需要几分钟。这位客人，要不要来一份橡皮筋便当？那时候我带着咖喱便当要去送给警卫室男友，为什么会变成咖喱便当了？等一下。那警卫室没有人在的时候，就留在那边等他回来，然后隔着警卫室玻璃窗目击到整个案件的发生。路上那扇门因为上锁打不开，
你用那么长的时间，然后你跟我说宝月姐，五分钟一下早就逃跑了好吗？免洗快发誓，非常需要。我要施法打火马一了吗？还要干什么？难道姐姐我要施法打火马一了吗？这段空白的五分钟可以说是非常奇怪。假设你示范的给你五分钟，你会做什么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从现场逃走了。啊！不，我绝对没有产生过杀人的心。正常都会调过现场，但是这次并不是，却不是这样。被告留在现场迟迟不走，甚至还被拍下了照片。如果他是真正犯人，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。是。这个证人就到此为止，交代不清，这里缺少说服力。很抱歉，看来我几乎过于期待这位前搜查官了。哇，也是过往云烟了。那么本日就此关停，又等等了，又来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橡皮筋了。我说不定可以帮上你的忙。你有什么？我有关键证据。你也有关键证据？这位客人，特制便当，三层便当。念在证人的诚意，再给他多一次做事机会，什么东西啦？哇，这什么秘密？等一下，我喝点水。哎呦，这个人有点麻烦，我需要一点水压压惊。约五分钟，被他的鞋子掉了。为什么你会有被害人的鞋子啊？等一下，他不是在 B 区吗？哦，他 B 区爬过去，然后爬去 A 区吼。被害人鞋子割裆啊！没有任何矛盾是一个完美的证物。什么叫做没有任何矛盾是一个完美的证物？什么意思？证人，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可没有在报告里面看过啊。很简单，到底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没有办法信任检察官处理证物的方式，所以我来自行做了调查。大概有三位是我的男友。这东西并不是正当的证物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法院中的证据法有两大原则，第一，一律不承认未经过警察署认可的证物，也就是说这其实是违法证据，至少现阶段是这样。你别忘了，我阿翔以前可是一个搜查官，刚才我应该有这么说过。
同仁进行了正式的调查，对你所见以及在今天已经接受到警察署认可了。真假的？嗯 ，OK， 好。好了，辩护人请开始询问。关键证据。视线离开约五分钟，掉了这回事。被害人的血，宝月八血，没有任何矛盾是吗？为什么是没有任何矛盾是完美的证物啊？因为突然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，被害人血有问题吗？我觉得可以指出问题耶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个血没错，一定是隐藏着重大矛盾。哪里有矛盾？你等一下。完了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然后现在要我出示什么东西？完了，完了，我忘记说要观察鞋子了，完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还真给我按对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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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点事情。以后拿到，以后拿到证物，真的要检查一下，请再说。曾经在血泊中走过。哦。我建议你不要太小看我阿翔了，否则我阿翔的鞋底会长满小弟你的血。鞋底沾了不少血，你说鞋子的遗迹跟什么东西有矛盾呢？等下开始说七大姐哦，这是谁的鞋子啊？被害人。你底下有鞋子，你底下有血呀，血为什么这边没有血啊？对啊，照片上没有血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哇，我现在一条血，真的，哇，我这边出错，我就要下血，是不是？脚部有明显的血迹，既然如此，现场的汽车旁边应该会有血脚印的才合理。现场并没有那种东西，这明显的是个矛盾。这张照片只能看到部分地方，无法判定全场有没有血迹。如果地板上真的有流血脚印，搜查时应该会发现才对。我们也到现场调查过，但是并没有那种脚印。大家为什么感觉怪怪的啊？不可以是什么？只是现场没有留下脚印这一点确实很奇怪。不过我想问你，为什么会没有脚印？为什么会没有脚印啊？为什么会没有脚印？哇！我怎么知道？擅长只会找出矛盾的而已，真的。玉姐，你是帮他还是帮我啊？这已经是麻烦的证人，到最后还想误导我们。他的证述暗藏了一些提示，请各位回想看看，证人说他逮捕被告时，
拜托我抓的时候，你用脚把铁桶踢倒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开就很好奇，为什么铁桶不是？想确认跟你先，现场的铁桶里面是空的吗？哇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！什么东西？我讨厌这家伙。一间检察官，不过你的脑袋果然不错。弄倒了那个铁桶，里面装的水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背后隐藏了真正目的地。没错，想尽办法弄倒铁桶的理由就一个。哦，你说洗掉？我问问月姐，你到底是帮对面还是帮我？月姐。哇，我快不行了，各位。感觉很怪耶，这 整件事情来说。刺杀对方的时候弄伤了手，姐姐的血沾到鞋子，因为手受伤时流的血，应该没有继续审判的必要。做出湮灭证据的行为，到此为止，再多说什么也没有用。麻烦审判长宣判。这有可能会说谎。又等等了。那边的小姑娘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我是检察官的伙伴，才不会想消除血迹。看样子，你又想干嘛？你几乎还想加多一份便当呢。名为证物的肌肉，你又有证物？到底是不是被害人的东西，就要把这张照片拿出来。跟上玻璃的地面，看得出 地板是湿的。等一下，我那张照片吗？我要那张照片。低头还太小了，陈不堂。哇，把头抬起来，好好看清楚事情，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可以放弃。哇，你是被一个幽灵守护着，哎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啊？咦，你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一直妨碍我宣判？你们就不能稍微等我一下下吗？我等你宣判就太迟了。提出的照片遮了证物，我们还没有充实的讨论过。这张照片有问题吗？能不能给我看一下？这张照片的问题，我看一下。鞋子掉了没有什么问题，被刀刺伤没有什么问题。
掉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正常人来说，你们的车的排气管不会有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应该你这本的车也不会有那种东西，对不对？ I mean 是一个，为什么？战斗！然后这是违禁吗？那个，你刚刚是不是说的违禁这个词？但是辩护人指的应该是排气管吧？是排气管没错，但是你可以看到里面塞的东西，辩护人现在是指这个。可疑的不快呢？这小小的布跟命案有什么关系？跟命案有什么关系？有。你已经替我们说明了这布块跟命案有所关联的可能性。布跟命案有关的关系，证据是这个吧？请你回想看看，这是小颖提出的证书。逮捕他的瞬间，从他口中听到了“违禁”这个词。对呀、啊，呀，这个又跟违禁有什么关系？等一下，我好乱了。那你说听到违禁，可能是塞牙排气管的这个东西吧？万一真的是这样，那么这块布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。看起来本次审理有必要做个中断，那会不会真的有意义吗？我个人对此 保持存疑态度。然而在这个法庭上，所有疑问都必须要被证清。哇，请去 最快的速度调查那台汽车，将那块布作为证物提出。哇，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